你准备要怎么办？是时候做决定了。什么决定啊？我要回去。你疯了吗？回去不就是死路一条了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已经想好了。那我们那么拼命逃出来，为什么呀？逃出来也没能改变我的命运。我得回去，回去彻彻底底改变这一切。你准备怎么改变啊？像孙悟空那样？ 翻了半天的跟头，最后不还是栽在如来佛祖的手里了吗？人呐，不应该跟自己的命运较劲，所以我不能再逃避了。而且本来就不是我的错。你要是准备去朗家大闹一场的话，我绝对支持你，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，让他们必须给你一个说法。你放心，有我给你作证，什么都不怕。我只是觉得，事情从哪里开始，就得从哪里结束。 哥，你把门打开，我给你送饭来了。哥，一定要吃一点啊，不吃不行的。哥，那。 你要是不出来，我把饭先放门口了。你要是饿的话，就出来拿了吃。一定要吃啊！
是，我就是为了我哥。海棠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爱不爱我哥，你也不能看着一个人为了你毁了自己吧。我跟你回去，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